姐姐，一会儿我们怎么回家呢？乔治放心吧，爸爸都说了他会来接我们的。可是爸爸什么时候来？我想回家。哦，弟弟，姐姐姐姐，是这个车吗？不是的，乔治，这个呀是消防车，是救火用的，不是爸爸的车。我要去工作了。呜呜，弟弟，姐姐姐姐，是这辆车吗？乔治，也不是这辆车，这是一辆露营车，我们出去野餐的时候才会开这辆车哦。滴滴，呜滴滴，喂，姐姐姐姐，是不是这辆车啊？喂，里面是你喜欢的粉色哦。不是不是，乔治，也不是这辆车，这是一辆校车啊。你忘记啦？姐姐上学的时候，兔小姐会开着这辆车接姐姐去上学哦。滴滴，呜，咔嚓咔嚓，喂，姐姐，我知道了，这是一辆火车，是爷爷的火车。爷爷，今天你来接我们吗？哦，黑骑乔治，今天爷爷不接你们，爷爷还有事儿呢，一会儿爸爸来接你们。咔嚓咔嚓，姐姐，爸爸是不是忘记来接我们了？我实在实在等不行了，我想回家。哦，乔治，不会的，爸爸说了，让我们一定要耐心等他，他一定会来接我们的。啊，好吧，我爱爸爸，爸爸也爱我们。是啊，乔治真懂事，我们在这耐心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咦，好吧。黑骑乔治，爸爸来接你们了。喂，他好。我先上车，上车啦！哇，爸爸来了，我也上车。孩子们，坐好喽，我们要回家喽，滴滴。